欢迎来到第六期的你会玩亚瑟吗 ？OK， 我们直接找个亚瑟。物理通用，其实好，我感觉好像带狩猎会好一点。我真的有在犹豫啊，兄弟。我们再试一把隐蔽吧。兄弟，我走对抗路啊。又是钟馗，这什么阵容啊，兄弟？没有辅助，对面有辅助的呀。哎，只是对面没有打，没有你又没有一个打野，这猪八戒还哇，这都这么多炼灵兄了吗？有点小恐怖啊，兄弟，说句实话，这对面没有打野的确不是说特别好。我们针对伽罗嬴政吧，给他看看国医是多么的厉害。哎，兄弟，喂，别啊，兄弟，喂，兄弟，别啊，你干嘛，兄弟？我笑了，兄弟。两点已经失血了。不亏啊，偷了个野怪。这肯定不亏啊，兄弟，这兵线别放走。呀，如果他试了，我们就有点麻烦了。补血吧，把血补满，我们就打得过了。他可能在蹲。怎么换个杨戬过来呀、啊？夏侯走了吗？哇，四个人！哇，什么四个人？两个人呢、啊，兄弟！哇，这什么啊，兄弟？这把肯定赢的呀、啊，兄弟！为什么打得这么乱？我笑了，这把我们的阵容很怪，对面也很怪啊。他多少经济啊？夏侯在打我们的野怪。哇，我服了，我笑了，我笑了呀，兄弟。为什么他们这样玩的呀？
说实话我有点没搞懂，这波经济就落后了。我的经济其实也不低，只是这个塔的兵线有点掉了。他们四个人来包我怎么打，对不起，三个人直接抢线吧，无所谓。我来了兄弟，这个摇石学的呀，我全部失血吗兄弟？他蹲什么啊？哇，李元芳在秀什么啊？我笑了，兄弟。哇，这把经济已经领先了，只是这个李元芳在秀什么啊？我们的经济是高，只是对面加罗经济也高啊。赢这没大，可我们上不去。猪八戒秒了一个，这把应该赢了吧？这把是非常非常怪的一把，我好久没看到这么怪的一把游戏。哇，兄弟入侵野区啊，带波线，追击杨戬兄弟，哇，杨戬满血啊！我全部失血，哇！全部失血兄弟，哇！被秀了呀！我觉得队友全部在比操作吗？我笑了，又操作不了，差850块平衡之握。我什么云哥直接跳进去，别送吧！我真的神仙啊，这队友。这都能输吗？这都能输的话，我真的服了。我们队友来了嘛？这波收了几个人头，比较舒服了，兄弟。他失血了。
我也凉了呀，绕了一圈，这把好怪啊，这把游戏。人格交闪现走不掉 ，OK， 漂亮兄弟。这把游戏真的好怪啊！哇，上路，上路直接压到二塔。可以留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喂，兄弟，冷静，冷静。哇，极限逃生啊，这把我们下去带，下去带波线，我们没有什么血量的。下波线应该来了，把他线拉到一起，一个一个强击，别压太深。等人齐啊，他又在送，如果队友想送你，真的是阻止不了他的呀。你，哇，他大我呀，反正又不痛。OK。他的节奏也太恶心了。我们就像一个超级跑车啊，兄弟，这怎么被留？亚瑟就是一个跑车，兄弟。伽罗被秒了还可以接受，猪八戒，猪八戒一个打三个可以，我们把线推过去缓解队友压力，支援过去了，爆了爆了爆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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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想秀操作就会凉，你知道了吗？想秀个操作就直接打不过，人头才领先一个，不过经济领先了大概5000块，我们已经9000经济，我们应该无敌了都，赢阵6000打我们9000，他怎么敢？这我们队友有一个元哥在送。法师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用。法师还抽个面具，对面又补肉，对面经济这么低。OK， 伽罗没了一波了，点个进攻对方水晶，可以接啊。三杀了，一波了。
哇，他直接跃上去，没了呀！这把对面没有打野实在是太送了，兄弟，你学会了吗，亚瑟？我不知道会不会拿 MVP， 三连决胜 MVP 有了，金牌战士，差不多接近三十的输出，31.6的抗伤，因为我们就像个跑车啊，加罗想留我们也留不住的呀，队友还可以，只是这一个人就必须举报一下，这个元哥他故意的吧。举报不了，哎，举报成功，人队友正常都11点多，他一个人4.4，你说气不气，兄弟？我们基本包办了所有 ，OK， 下次见。